台湾成员周子瑜因拥有清秀外貌、高挑身材以及私底下呆萌的个性而备受粉丝们喜爱。近日组合即将悉心作品回归，而子瑜在回归前公开了全新的形象照，晒出了他为代言品牌拍摄的一系列画报。只见他顶着一头长直发，脸上画着淡妆，一连换穿多套干练服装，展现了成熟优雅的 OL 风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组照片中的脸部特写照让网友们都惊呆了，因为他的脸部肌肤在镜头前根本看不到任何瑕疵，肤况真的超完美。不少粉丝都留言惊呼，这种美貌竟然真的存在，每一张都美到像杂志封面。甚至有人搞笑表示，如果美貌要收费的话，姐姐已经倾家荡产了吧。贴文发出短短4小时就吸引超过70万人点赞，可见子瑜的人气真的很高啊。